看泰剧的时候，你们听过这个词吗？嗷嗷嗷屁！没错，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嗷嗷。想必很多喜欢看泰剧的小伙伴都会听过泰国人说嗷这个语气词，而其中一年是里面的钢炮更是三句不离嗷，和头头就是一个嗷人的小妖精。没下一盒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咯。嗷这个语气词一般用在惊讶的时候，例如我们在泰国的菜市场买东西，那比如这样子，上面都会有写价格的牌子，前边是数字，后边是咯，那后边这两个泰文就是公斤的意思。例如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就是150泰铢一公斤，但是有的高级超市它卖的东西比较贵，一般就会写起，比如这个。很多不懂泰语的朋友只看到前面的数字，但是呢没有仔细看后边，那他这样以为就是150泰铢每公斤，但其实 ki 是100克的意思，那这样写就是150泰铢每100克，换算下来就是1500泰铢一公斤。你拿去称重时候看到价格会吓一跳，这时就可以说嗷罗拉罗哈西巴麦菜肉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不是150泰铢一公斤吗？或者说啊，蓬昂拉卡品呐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看错价格了哦。那大家来看的时候，记得就是这个是 T， 这个是 RO， 记住了吗？大家学会了吗？